同你的你是怎么认识阿昌的？他骗了我。不能说的我听着，不能忘的我懂了。那个人就是他，我认识他，惹你了，那个人就是他。你他那笔钱够你渡过难关吗？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很孤单，多一点力量。他们在沙洲团里面自尊心的崩塌呀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。真正遭遇了沙洲团骗局的人，我希望大家首先不要责怪自己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错。我希望他们被狠狠的爱，相信你自己，不要放弃，早日走出这个阴霾吧。